Vernie，Vernie，Go！ 那也没办法，第一时间空中接力，阿帕奇直升机要起飞了。当然，这个漂亮的 RU 啊，是车轮战的，没错。好球，漂亮改球塞往禁区。哦，也要特别小心。对，范尼高找到了空间，直接横移钻进去，并不理想。哇，现在打出火气来了，曼尼高在外围推倒了塞瑟夫，八秒钟时间还够。外围出 ，Kenny Manigo， 双方你一拳我一腿的，这场比赛非常的激烈。哦，现在又卯上了哦，又是小夫身体去找 Manigo。林书伟一个刺探步，地板给球，曼尼高直接冲往篮筐。安妮奎也想还以颜色，进攻篮板，结果被新北直升机 Kenny Manigo 一排开到底，再往外交，林书豪三分出手球进，林书豪为国王队掀开了压力锅，外围球交给曼尼高，林志杰寸步不让的防守，空中接力找到了 Tony Mitchell。勇士队全员退防 ，Manigo 还是踩欧洲步，想要硬打新特利成功，也没有投进。塞瑟夫回到球场上，好球，小球递给了安妮奎，再来一次暴扣，无死角的。他刚刚想溜底线，但突然间接到球 ，Kenny Manigo 不只能传球，自己上也 OK， 十二分的优势，一度是追到七分差距。哎，这个掩护的过程当中，又是这两个人，我觉得。选择自己上篮，底下还有 Kenny Manigo 补进两分。Manigo 一个垫步进来，再交小球，米歇尔摆进两分。九颗三分球了。好，这是一个失误。Kenny Manigo 眼扣塞瑟夫，而且他的眼神告诉塞瑟夫，这是我的城堡。是要把球塞进去。哇，这球又超大。中超级对，从 Manigo 第一次决定自己扣，小夫你上海报，我要进来了。你看这两人之间有没有这个牛肉吗？你看，交给 Manigo， 横移之后抛往篮筐，已经加这14秒钟。李凯燕球发进来，侵略式的防守直接要到了犯规，两罚中一。林兆在做转移球，抄走，那这场比赛要正式的。